这个球投手稍微挡了一下，在后头二垒手接球之后，哦，有水准，厉害厉害，真的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哇，今天给那里跨的高国庆跨的陈江河跨的李玉儒，现在修比今天一里位了。李玉儒呢，就辛苦被其他内安打，看能不能形成，又被陈江河这个优异的手背给化解掉了。这整个重心呢，是不断的往，可以说是反方向在冲的情形之下，要能够。